然后呢，我们就去山里面往大大的那个海拔很大的那个，然后最近那边有两把电瓶车，那预计2019年电瓶小车，哇，我很厉害了，对，那它叫什么？或者是那个？我已经那个名字蛮厉害。保时捷出纯电了，跑车的，多少钱？它从350跳到300，然后呢，然后就买了一台不用整车的卡宴，两台哦，两台，然后就订了一台卡宴，人家够厉害。他本业到底做什么？他本业是电商，还有上面做超好哎，他前几个月自己一个人团队，每个月都做600多。每个人哦。没有啦，他那个团队啊，一个人做600多就是很多。非常大的 U 弯要撞上，你好像比较放松嘞。我说你好像比刚刚下山的时候还要放松嘞。试一下时候嘛，改试嘛。你点点不讲，以后不要试，好在。因为我只是想要试试破，要加速力道反应怎么样。我刚刚已经油门踩到。看得到，所以回来还 OK。大鱼湾，大部分人的直觉哦，不管你会不会开山路哦，大部分人的直觉哦，走山路上坡跟下坡，上坡大家会比较放心，下坡大家会觉得不安心。会有这样觉得吗？看哇，下坡冲好快，看会不会刹不住，会不会冲到对向？所以有些骑重车的啊，哦，他们上坡干他妈超敢骑，下坡就跟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上海明珠在这边啦、啊，你要看这个缺口上面，它有个路口上去，就是路口上面。超跑，看那样，然后也停不了车。哎，他那边上去停，好像也有七八台有。前方右侧正下行，老板，我不在。
非他可以侦测三脚架。不是限速啦，这里没有相机啊，相机他会讲，对不对？上次这弯道啊，我也是看他的保时捷撞了，在我面前。对，保时捷，他就直接插在那一坑里面，这个坑。他应该是下坡速度太快，刹不住，弯不过去，然后直接岔了。对啊，但我觉得有开循迹就不会这样了，他已经没开了。下趴，别笑。踩到底再开、重刹，对，重刹，然后放开了，还一点点油门，一点点，再一点点，再一点点，再一点点，然后再油门再补一点点。当弯与弯衔接之中，比如说你马上要，本来是左弯到右弯，这弯与弯衔接中，油门一定要回掉，不然你没有办法转向。它有限速啦，可是没有相机啊。看有追焦手，不是在旁边，他们在准备相机。准啊，准，两台准嘞，两台白色的准。好久没这样准了，记得我那时候也刚跟你在接触的时候。对啊，现在后来觉得还好，缩手，缩手，因为它并不是最快最好操控的。这不操到后面就没直线了。这弯通常很多人都会磨膝，磨膝啊，磨膝盖。后面这里的路比较宽了、啊，然后到前面就缩窄。跑过片吗？我没有跑过片啊，我就是让电脑换啊。他脚换 Sport 档的话，他这个转速会比较延后，再换档，就加速性会比较好。然后一踩刹车，它就会降档，会有那种挡刹的效果，它就不会刹车吃那么重，它会引擎帮你刹车。没有，你按按看就知道啊。我随时等你按。对啊，按了吗？按了吗？好，试试看。哎，有差哎、欸！我那出力的力道有差哎、欸。有没有？你有觉得那转速变高了、欸？变高，对啊，我靠！而且我现在油门踩到底。这里要重刹，喊刹车，喊刹车。如果
差超多的，你自己有感受吧？跟那个车对抗，去对抗。啊，当然有差，而且我油门一踩都转速会很大声，这样。这里就没有办法超，这里要到前面有个树林那边才能超。啊，这么大的车位，我觉得按理说我也觉得怪怪的。这个啊，这里上次这里也有上新闻啊，卡车在这边并轨，我再找你去你看，就在这边了。对啊，哦，那转速延后换挡很多哎。差好多哦！看这拍前排，靠边。他不会。他会拍前面吗？这不是拍侧面吗？可能山上吧，然后那个 GPS 被挡到。在这边起重机也遇到超跑啊，跨中间的话吓死我了。在这个弯，法拉利，哦，哎、欸，我觉得引擎也听起来很凶啊，排气管也听起来很凶啊，你觉得？油门踩到底，我喊你踩刹车。喊，再喊，前面有车，是要喊中底。
受这个过大部分都会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跑北宜而不是住这边，就是应该大部分都住山上的，对啊，不然他们开车干嘛不走水村，而且平时，对啊，所以他们在北宜遇到那种开快车的机动车，大部分都会浪受伤。山路还有个很重要的技巧，刚刚没有跟你讲，就是你眼睛哦，只能盯着出弯点看，只能盯着出弯点看，只要出弯点，它的那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弯这个嘛，我眼睛只能盯着这个弯的景点，这个镜头吧，弯的镜头，啊，然后你整个头不是只有眼睛看哦，是整个头也要摆过去哦，这叫强迫视觉。因为当你开快车的时候，你只要一丝的恐惧，你的眼睛看别人，干车就往那边撞，车子就往那边骑，车子就往那边看。这个是赛道上面的一个理论。你说要弯这个，我就眼睛就盯着出弯点，一直盯。好，然后盯着出弯点的同时，我眼睛会透过大脑告诉我，这时候到时候要踩刹车，还是要踩油门，还是要放开刹车，放油门。因为盯着出弯点。一有讯息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你盯着出弯点，一有一个大卡车或一有什么车出来的时候，你的脚马上就会做出反应，要刹车还是要踩油门要干嘛？
觉得卖菜车是最好的。被树挡到了，就是乖乖在车道，因为真的看不到来车的那个状况。啊，像刚刚有些弯车，没有树，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背面的状况，你就可以稍微偷吃一点钱。偷吃。经过那种人才会稍微放慢一点，不知道阿伯会不会走错了拱桥。放开的时候它因为它转速对因为它放开的时候你转速高嘛它转速在掉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放个刹力车你就不用太多的刹车在那个就不用踩太多刹车了因为你只要在山路上齁、哦、充分的过度依赖刹车齁、哦、那你这样子看山路跑完哇你跌完就红滋滋的只要很会开的话或者是说这个来宾边拿刹车很快就热摔起来所以像比如说要我现在踩到底嘛哦啊有车来了因为我看到树上有影子哦啊像我这样比如说我想要减少对刹车的依赖我只能在就是离弯道前我就赶快先放油门让它滑然后到后面再开始慢慢的喊刹车越喊越重要是另外一种保护刹车的方式。那、啊、你假如说，哦，干，你一定要开到紧绷，然后重刹，然后怎样？哇，干，那刹车很快就。放开油门，然后再入下一个弯，我才会再停。因为只要你弯一弯，比如说你左弯马上要右弯，油门一直喊着没有放的话，它会往前冲，它没办法弯过去。这样开的，那山路为什么喜欢开快车会来山路？看那山路就没有十字路口，它不会有什么人冲进来。
是卡三台，他们是卡三台。这东西让啊，可是我手机太大，让不过。礁溪有没有？好帅哦！通常礁溪到平陵这一段有没有？差不多到这边大家都慢的啦，骑车不管骑车或开车都慢了，因为这边都比较进市区。啊，比较哦，肯定的就好难过。比较好 K 的就刚刚那一段。因为有那个，我出了对，我才哎啊对，赶快按。那、啊、最快多速度多少？差不多。喜欢加速的速度是？对，就那比较宽的，比较长的。刚才是34哦，34公里还是34公里？3公里应该算是。回公二十八，那我们跑几分？哎，28公里跑26分钟，